耗资3亿美元打造的媲美加州和内达华州任何一间的博彩娱乐场、大庄家赌场度假村，最近又传来好消息了，那就是荣获由多家主流媒体读者票选出的7大荣誉奖项，而且在感恩节假期提供华人更多的顶级享受。由 The Press Enterprise 及 Orange County Register 今年举办的读者投票选举中，赛果已经揭晓，由大庄家赌场度假村荣获南加州最佳博彩娱乐场。不仅如此，在 Southern California Gaming Guide 的杂志读者票选中，大庄家赌场度假村同样荣获南加州最佳博彩娱乐场的殊荣，且大庄家赌场度假村还同时荣获在博彩娱乐场旗下的最佳娱乐活动、最佳扑克、最佳水疗护理中心以及最佳高尔夫球场等一共5项荣誉奖项。除此之外，更在 USA Today 报章旗下网站 10best.com 的全美读者网上投票选举中，荣获全美最佳博彩娱乐场酒店以及拉斯维加斯以外的最佳博彩娱乐场头3甲，并且在全美最佳博彩娱乐场酒店投票结果中也拿到第3名的好成绩。面对多项荣誉，大庄家赌场度假村除了感谢全体员工的努力不懈，更感激华人社区的支持与爱戴，期望未来能持续努力，让所有贵宾都能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服务。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